之间随我意向，破天明迷茫，心路之间八卦四方，提胸臆出狂，开口直下云雾抵挡，飘江山最狂，气剑之下传了浩荡。莫问寒暑去何往，莫自放胆笑多轻狂。胸中苍穹旋转，三十六天罡，迎阵到沧桑。云光隐而前途无限苍茫，红尘自在又何妨。掌中星辰空我气势啊凶莽，照天远地方。尘屑云散两扬，明月飞上，笑众生多匆忙。胸旋转，三十六天罡，迎阵到沧桑。云光隐而前途无限苍茫，红尘自在又何妨。掌中星辰空我气势啊凶莽，照天远地方。尘屑云散两扬，明月飞上，笑众生多匆忙。赵大哥，孤男寡女的，你想干什么？你说呢？这种事怎么能说得出口呢？先前你用神石偷偷打探，刚才又抛弃沙俊峰二人，又与我同行，想干什么？可是人家哪有了？一，我只是觉得跟你们在一起更安全。二，我说。是为了阴阳大帝的秘宝。阴阳大帝，这是我祖上传下来的秘宝。先祖曾说，用阴阳之力催动，就能开启灵气，获得大帝传承。通过它，我感知到了你体内的阴阳之力，所以才一直跟着你。这秘宝看似不假，没想到第三座灵寝在这儿，是天意。你知道灵寝的位置？当然，在自火沼泽的腹地，三日后的月圆之夜就会显形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在你的石海中种下一道禁制。你千万不要动用真玉，否则你会暴体而亡。我从未害你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不知你所说真假，以防万一。放心，进入灵寝后我自会解除。别杀我！小子，我上你再狂！大王，我身上真的毛也不剩了，就这些储物袋
都给你们，放了我吧。啊，你杀的？不不不不，是韩风干的。什么模样？他戴着面具，一头白发，善用魂力，还有个女的跟他一起跑了。哦对，还有一个持刀的，都喊他刀哥。魂力，刀哥，您说会不会是陈峰他们？这刀哥听起来像是刀义，可是这白发男子不像是陈峰啊。他们朝哪个方向走了？啊，追。休息半个时辰，你看看接下来走哪条路。算你有良心。停下，可就前功尽弃了。你把本姑娘的禁制解开，我帮你，怎么样？怕我害你不成？我要真想你死，当时就帮黑山五虎了。相信我吧，你撑不了多久的。妄想囚禁你姑奶奶，我做梦！你。不会真死了吧？他死活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是他自己命不好。我这样是不是有点忘恩负义？他分我妖丹，又多次救我，若是救活了他，再恩将仇报怎么办？善，见不得无辜之人惨死。多谢。你知道就好。果然，天蓝宗里的都是一群废物。我天蓝宗没有跪着生，只有站着死。不好，他有自尽。何必？他是老祖。杀我弟弟，辱我天蓝，不可饶恕。一个炼气期，还大放厥词。顺马河神，这个穴道到底是何方神圣？